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猪来我是摩克斯。那今天接下来游玩这个猪来了，然后我们又跟大家讲一下最近有什么消息、活动消息。今天的兑换码一样是100万金币跟15点能量，好奇怪哦。官方不是都会送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宠物零食跟那个宠物零食跟这个爱心吗？现在怎么都不送了？问号，问号，好问号哦！官方都不给玩家福利，没爱心了，没爱心，大家没有爱心按 XP 可以领了。所以呢，看我这边特地除了26个零食，大家一定很想要吧？等一下，我先去看一下我的签到奖励。好，今天应该是全新的一天吧？哦，护盾获得好快哦！哇，昨天试营业是那个有拍照哎，士林市场。是应该是现在变士林市场了，哇！真的有人扮猪来了的那个玩偶，好有趣哦。可惜只办在台北啊，这场只办在台北市的士林夜市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再来领啊，然后一样是先回答玩家的问题，我要看一下玩家的问题啦。他是哪一个啊？嘿嘿，我就知道泰国人比较菜。37万。哇，这一个也120万。现在修理我的岛比较重要。我为什么可以修理两个？好神哦。该不会修理的奖金条下面的吧？我还很贵。大家都缺八号我觉得大家都缺八号，大家都缺八号的话，我们先猜一下岛啊，没猜到，我怎么会猜这个袋鼠岛啊？好了，大家都缺八号，那怎么可能还有人跟你交换呢？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大家都缺八号，那怎么可能还有人换八号？然后最近很多人都一直被炸，还蛮好笑的。大家要是缺八号，我看这个留言呢，大家都每个人都说他缺八号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问一下也没八号。是怎样啊？在线上也被攻击。拼过岛就是最容易被偷的，我跟你们讲。好，这个注定被我偷了，因为他一直不那个，一直不消费，我直接把他偷掉了。220万，买这个。好，我们来领一下兑换码好了。今天兑换码是15点能量，15点能量兑换码。7C4B，等一下，还有6137，输入这个6137就可以领取了。好，有了，那就100万了。那你看，我现在这边就有140万，那140万的话，再加上我地图的这个，应该可以收蛮多的钱，这样就170万，170万我就可以直接再盖一个。还不行，
好，又有免费的，等下可以领，太棒了。好，那我们只要再拼到200万，就可以再盖一个岛屿，哇，再盖一个建筑物。哇，192万，快200万了。虽然我最多有到700多万了、啊。好，200万。好，那今天就玩到这里。然后一样是影片下方可以订我 YouTube 频道，那就可以上更多的影片。那我的频道也蛮多游戏影片的啦，对，等一下看。那今天的助来就玩到这里喽。